这是事实，这是存在的事实。两个都瞎的哦，嗯，然后自己的小孩长什么样，从来没得看过一眼，就是如果是聋的话呢，还能看得见你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乐乐，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？我也带你去啊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答应爸爸一件事情，就是。我等一下去一个弟弟那里，比你小两岁，他三岁多，他爸爸妈妈眼睛是看不到的，还有他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老的老奶奶带他，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水果也没有，玩具也没有，你能不能答应爸爸一件事情，就是拿一点你的玩具恐龙去给他玩，他是男孩子，跟你一样是男孩子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你等一下拿几个恐龙给他玩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。嗯，我又终于大方一次了，这家伙。好，走，我们准备出发了啊、哦！去拿玩具，走。走啊，去拿玩具。嗯，这是。走吧。大方啦啊、哦！这一次。嗯。走你走啊。嗯。乐乐要一下呢。乐乐要一下。那个伯伯看不到的。对。我们今天来这里是，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，上一次是跟他们一起来的，然后今天经过这里就顺便来看一下，他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个阿哥他是眼睛看不到，他妻子的眼睛也是看不到，然后有一个他妻子是先天的，他是近两年看不到，然后有一个小孩子是3岁，比乐乐还小。现在呢只有一个，就是奶奶70多岁，看着帮着他们带小孩子，生活过得比较艰苦，所以我们今天往这里过的时候就顺便给他带一点点东西，可能等大的忙帮不到，只能是这样子啊。还有叫乐乐，上一次我来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家里面是没有玩具啊，七七八八的，所以我今天叫乐乐带点玩具过来啊，等一下你那玩具要给那个弟弟玩，知道吗？今天最乖了啊、哦！我给你过来，过来，顺便我都过来，看看子。这么看，看这么子，看我弟弟，坐下子，看这个，看这个还不弄给你哟。再给一个，那弟弟都没有玩具玩的，因为弟弟家里面有点情况很特别，爸爸妈妈看不到，所以你要，所以经济条件有限，所以你要买一点玩具给弟弟。嗯。来，你给弟弟买点吃的。弟弟好高兴哦，弟弟的玩具。买点吃的给弟弟。那就看有果子呢。哎呀，没用的。你不用对他的、哎。我们在聊天，哪有得几种橘子？他们干，他们干咬。没干咬。不好皮的包，你看着呗。啥子蛋？好的，好的，奶奶给你拿，奶奶给你拿着呢。谢谢奶奶。嗯，要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。你试看看。要谢谢奶奶。是不是吃的？谢谢奶奶先。不用谢哦。说谢谢奶奶。哦。啊，这。他们监管，他们看哪一个东西吃。来，弟弟，这里还有。那哥哥给你的，今天哥哥特别大方，以前他都不给别人的，现在他给你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你自己泡的哦。啊，自己泡的。自己泡的。你看他都不拿多的。自己泡的，他们这边都是自己。我帮你开啊、哦，我帮你开，那奶奶很热情，很好客的，家里面有果就拿给我们吃，下一次我们也要带一些他这里没有的果来。我准备的太匆忙，你们是路过这里，是吧？你们是来这边有事，是吧？走了走了，奶奶没有忙了，走了，那走了，快走了，谢谢谢谢。他要不然睡了没叠了没夹的你。哦。阿、啊、奶，你没用手机。啊，没有
真没有肯可提。你走啊，你弟弟，你要拿你的东西跟弟弟分享。去，拿好多钱给弟弟。你还有你那个糖糖，哎，对呀、啊。嗯。你看弟弟好开心哦。哎呀，还有火腿有了。嗯，那个鹅心腱的，觉得好变成腱子，它就变下来了。哦。哦，要种的，把这种打果。想种哦。想着种。哎，想种。哦，想着种，但才腱子的，就是它轻轻的，它就变了。哦。给哥哥吃。哥哥家里面还有。嗯。哥哥拿给你吃的。嗯。去了，给哥哥吃。啊，你要哥哥吃。给了。给哥哥，哎，谢谢弟弟，谢谢，还要说谢谢弟弟啊。拿了。哎呀，哦，你给弟弟了是吗？那弟弟吃吧，弟弟你吃啊。嗯，弟弟自己吃。嗯。妈妈，我想。嗯。你要想那个吗？哈哈哈！很脆哦，那时候最脆的，好香的。啊。嗯，不要吃那么快嘛。我点点水的。啊。我那个。这是我家里面的，是我那个什么嫂，我的嫂子，她说二姑你七十几岁了，还带这么小的孩子，我说没有办法啊，这个我媳妇就来7年了才生这个，那不是我70多岁了。阿奶的意思是说，她70多岁了，然后媳妇嫁过来10几年才跟这个小孩，然后现在这个阿哥呢，就是这两年就是眼睛又看不见了，然后就是他媳妇也是先天性失明的，媳妇也看不见了，看不见，所以说，这个弟弟现在还好，现在奶奶有力气，对不对？现在奶奶有力气还可以带一下，如果过多10年。谁去照顾他们？是啊，如果是我，对对那他妈妈呢？啊，他妈妈呢？他妈妈在房间里面啊。他妈妈看不见。叫他出来啊。也看不见了。哎，你看。就小孩子妈妈也看不见。然后，你叫来嘞。看不见了。妈妈出来。他妈妈也看不见的。你看我这个孩，这个孙子叫妈妈，你出来。然后现在奶奶70多岁，还有一点力气。如果过多10年的话，真没力气去照顾她了。妈妈，就没办法，坐好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坐这里啊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看不见，没有出去过，肤色都是白白的。来，因为你看不见，就没办法出去啊，晒太阳啊。妈妈看不见，就给他妈妈看。妈妈嘴巴进，给妈妈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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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有的给妈妈吃啊。那个你看的，你要把东西给他们吃，要买啊，要出来，要怎么吃？钱啊，不要给了。放给弟弟，全部给弟弟。不要给了。我等下听到。来了。啊，给哥哥吃。哥哥天天都有得吃，哥哥送你吃。你吃。啊。弟弟好不要，你看弟弟乖的哦，所以说下次你有东西你要给弟弟了。嗯，火腿肠，你说火腿肠，我这个到10月16才3岁，嗯，啊，你满3岁，嗯，好卡，我这要剥给他吃，嗯。只有哥哥买的，哥哥带来的呢，拿手来，那就帮忙。乖，慢点哦。他们两个看到得那些玩具，你看摆得整整齐齐的，看得好好珍惜的样子哦。我刚才还放在他爸爸口袋里面。乐乐仔。来。哎。乐乐不能要。要了。要的。不能要奶奶的。小小的，那个不能要奶奶的。给个。不能要奶奶的。口袋去。要的。嗯，就是我不要拿出来，行了，孩子，要谢谢奶奶，小张，小张，哦，谢谢奶奶，嗯，那你就没回头了，嗯，那么多，羊羊羊羊，羊要死羊嘛，没羊给，哎，抱下去，茄子来了，我从旁边，奶奶要，我茄子拿下，没羊没羊，没羊，那羊没走的呢，没羊没羊的，对，羊呢，给点钱你买菜。得了，你养了，嗯，给点钱你买茶去，哎，得了，我们过河了啊，哦，那真是，弟
弟，我们走了吧，哦、有空我们要来。谢谢。过一段时间我们又要过这边的。嗯、谢谢，叔叔啦。不要去喽。不要去了吧。不要去喽。嗯。来来来。回家了，要回家，先回家了啊！哦哦，快点快点。那我们先回家先啦。好，我们先回家先。你去就早点回去啊。来，我让他这。啊。我帮我干了，看着。啊。等工人来啊。哦。来。走喽。拜拜，快乐，拜拜。拜拜，拿着玩，拿着玩具，要玩那个狗狗机啊！拜拜，拜拜，快点快打哦！听奶奶的话不？是啊。要听奶奶的话哦，知道吗？要听的话。听爸爸的话，听奶奶的话，听妈妈的话啊！走了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阿姨，有空要来玩啊！行了，到了啊！到了。老公，老公来，他是来，他是来吃饭。哦哦，好不好啊？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早上的夜带我五月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夜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夜。走了，我们现在先回去了啊，这一次顺路过来看这个小孩子，好像感触很多，咱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可能这个安安目前75岁这种年纪，还能照顾就是他的儿子跟儿媳，还能照顾这个小孩。再过多10年，这个安安85岁的时候，这个家庭不知道去怎么去继续下去，是吧？到时候这个小孩子要去读书了，然后这个奶奶年纪又大了，到时候真是没办法。祝愿大家都好吧。说的这种真是特别的难受。这是事实，这是存在的事实。两个都瞎的哦。嗯。然后自己的小孩长什么样，从来没得看过一眼。就是如果是聋的话呢，还能看得见一下自己小孩长什么样。特别是那个母亲，就是。甚至自己儿子的模样都不知道，想要长得什么样，想要知道长什么样，就是去靠摸的哦。嗯，靠感觉吧。好可怜。好，咱们先回去了，有时间再来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。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